看看喽。勾勾是这杯安安，哎，初见安安你好，你好呀，你好呀。发发台，哎，对，啊。感谢零一的三个月，江阳安，安安怎么这时候开台？不是，今天因为稍早去弄东西啊，对，也是这么晚弄东西，然后就开台啦，你知道吗？姐姐开台。也开台就不能错过啊，对，早中几早中，我不是很想知道欸，还是会花很久啦，嗯，不了，哎，刚刚算画完了没有？刚怎么看也是草稿吧？哎，没有，本来是要帮凯兰画图，可是手感不对耶。欸，然后福奇不会再吃到广告了啦。发现后台是订阅吃广告的，不知道被谁关掉了。好了，可以大胆的订阅订起来了吧？不用害怕，不用害羞，订起来。到底几个月了？欸，有音效吗？感觉没有欸。感谢西敏30个月。音乐坏了。欸，30个月，感谢李毅3个月。这个表格我星期三才刚画，我有看到你丢欸。你是不是都只画头啊？我想说 BP， 欸，这个该不会是你吧？我想说，哦，是 BP 欸。
小旗店也坏了，对耶。是我换这个，再换回来。哎，没办法。好，空宇晚安。画半身，我怕格子装不下。不会啊，你就画像这样子啊，不用怕、啊。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台？没有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一是想画，二是安妮做事可能需要声音啦。好气哦！这个广告啊，没事，你没有订阅啊，你没订阅吃广告。给我吃！看到线稿就退缩了，还好啦。反正这个有没有，这不算委托啊，画开心的变化。啊，白鸟。至少有复刻，至少有白消头，满足一半了。为什么手机不能一次性买六个订阅？六个月订阅，我不知道。手机买比较便宜吗？您获得吊宝，马上领取啊！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的斗阵领完了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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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斗阵领完了，关掉关掉关掉，我想说谁送给我订阅了？哎、欸，领完了，谢谢谢谢，挂完了挂完了，开心开心，马上领取。Thank you.
陪伴我最久的发型。你还有70%哦？不是，我是今天早上在跟你挂的时候，我发现我挂到一半，我挂的那个直播组已经关台，导致说我没有跑去别人的台挂。然后我去别人台挂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剩下几%而已。我弄完就去睡觉了，就忘记去理，所以今天又多挂了一点时间。教主晚上好，谁啊？这么黑，落叶安安。这音乐会让我想睡觉，就是要让人去睡觉啊。还是我换另外一首，因为安妮刚刚推给我哦，整个都是我爱听的耶，我听这个，就发现满满的版权啊，没事没事。我原本还想听版权歌。没事，换换口味，听一下这个。好可爱，对啊，我其实还有一首歌哎，不知道你们听过。该出周边了吧，繁星。先看到一个朋友也推坑，也想推坑了，在卖账号，就是我们同时起来玩的那个小灰狮。也辛苦他了啦，因为他偏单机居多，太社恐，不好意思，感谢朔夜镇定。欸，没有跳通知欸，好烦哦，坏掉了坏掉了，怎么办？朔夜应该不 care 吧。感谢朔夜镇定，谢谢。欸，怎么会这样子？怪了，奇怪了。打开的啊。嗯，没差啦，有啦，心情很差。
最可爱的光之生物。其实还有企鹅不是吗？我发现没人画企鹅。哎，番茄。画完了，什么植物头饰？妈小，我想画另外一个了，我想说番茄是早晚会画啦，不是现在，但希望他，你看他帮我刻那么多金，好啦，帮他画一个给他，但是也不是现在画啊，现在这个画出来蛮丑的，因为昨天打了一次斗争，发现我的灵敏度忘记我打了一场那个新的活动，打到右边肩膀超级痛，然后我后来打第二场调回来，终于要杀得到了。然后后来看了一下他的任务，击杀多少300，或者是开大绝击杀25，我觉得好难哦，疯了哦。感觉比24敌的局面还难哦。我以为很简单，打了一下发现，看那个大绝最好杀的，应该就只剩下那个夺命女了吧。快放弃那活动了，我已经放弃了。他说那个造型有机会出啦，所以不对，那造型曾经出过啊，我这边有出过我这边曾经有卖过那个造型。这边看台比较热闹，哎，跑来突袭了吧？
可是 YT 有十二个月 ，YT 可以继续啊 ，YT 可以继续支持我啊。怎样？你 YT 不想继续支持我，是不是国中高中生？而且你该睡了，高中生。欸，你对最近新的猛星看法如何？是不是很猛？超强的。你在听克洛伊唱歌，来了，克洛伊，克洛伊，我要降落了哦。要掏出大宝贝，对不对？上车吧！啊，光宇最棒的就是头发都是白的。
戴白底画布画白色头发，有难道我？不会啊，倒油漆啊。就画好这没画到，哎，有了，哎，跳出来了！感谢艾琳的什么的29个月。哎，感谢艾琳29个月，我叫有了，有跳抖内通知了吧？订阅通知了。不是你什么你有的之类的，别乱想啊！
这边也有，这边就坏掉了，这边看不到了。哎，抱歉了，艾莉，这边会空大。看来这边还是坏的，没错。感谢艾莉六个月。加了粗眉毛吗？不用吧，不用吧。只是现在肩膀好软哦，肩膀好软哦。啊，我看一下，还有光源啊，等一下。bug 皮皮虾呗，该不会是录播吧？不是啊，你说这是录影？哎、欸，对，这是录影，没错，这就是录播。啊、下次就是也一样录好，然后就跟就说，哎、欸，对，这是录影档，没错。他与对特
欸，对哦，这个要蓝色的哦。怪奇怪，江江安安，我比较好奇，我比较好奇。开不会是什么方？开什么？哎，是江江哎。错了，番茄这个，我先把番茄搞定好了，不然番茄这个毒瘤放在这边很危险。毒瘤，这样。哎、欸，宝宝。长时间工作，哎、欸，想要有怎么会有广告啊？听完了、欸，哎，笑死。哎、欸，我们听完了，再听一次。他猫咪胸口是一个很大的亮亮。来，先来搞定这个麻烦的家伙。一般等我一下哦，乖哦。看，全黑的哎，低能。休息了，好，晚安。A 的是在画毛哦，天哪、啊！颜色是，天空发亮。
这就是会师最讨厌的设定。发什么设定？很奇怪。那我来，我最讨厌的话的设定。好了，解决了我们的毒瘤。来看，萌新头，萌新头。看一下哦，看一下哦。会改成这样子，好不习惯。色蓝色，light sky start 暗暗。表情好呆，可爱吧？我呆。我们印象中的萌新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啊？怎么我们兔窝的萌新是另外一个样子？很恐怖，对不对？你们可以带着它到处逛、到处跑，啊？殊不知是他们带我们跑。天哪，好扯！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萌？是搞错了。有这回事吗？有吧？再想一下，哎，想一下，哎，玩魔物猎人第一天。直接去打灭镜龙，还打赢耶！直接把老手们劝退的红心们，你再想想，我想要想什么？想安你，哎呦！
你要什么斗篷呢？你要什么喜欢？饿的吗？哎，粉红色，好哎。没有了。嗯，哎，我比较好看，可以的。我礼拜日要去献祭吗？我这礼拜还没献祭，我会礼拜六献祭的。我不想跑那么赶。好了，应该是画完了，确认一下，来倒个颜料。没有涂掉的啊，小姐啊，好都有。哎，哦，哎，这边。不。Color King， 哦，好，慢慢玩。这款太久了啦，那种有时候你三个小时还跑不掉。以前是很爱玩啊，可是后面发现他真的每次玩都玩太久，就放弃。好了，这些字。嗯，怪怪的，怪怪的，这个吗？欸？
放色哦，变得好可爱。开玩笑，看谁画的。好像小少女翻花犯花痴哦，天哪，在干嘛？好了，这样了吧？啊、哦，好酸哦，我的肩膀啊！我的猫咪突然叼了一只蟑螂过来啊！你的猫真爱你啊！哎、欸，一凡，来吧。人送五个订阅的话，会送到自己。你要不要试试看？你怎么会问我？你可以试试看啊。我的头嘞？啊，这样改我的头，要重新找位置。好了，哎、欸，没人换存档啊，白痴哦、喔，另存新档。再不存档啊，烦心！啊、嗯，等一下哦，我先存个档，我先把图存一存。啊！哎、欸，对，烦心忘记存档，对吧、啊？感谢硕业的十五个月，哇赞！嗯啊，定存新档。哎、欸，白痴，我直接另存就好了啊！我干嘛要放 PSD 档？干嘛要去背？来这边签个名，繁星。DNG 存档，存档失败，哎，好奇怪哦。感谢马田二十九个月，感谢西敏送出送谁？迪西，还有佑成。
哎，感谢感谢。等一下哦，这个，怎么办？后在社群我又很紧张。转存为 PNG， 存档。哎，我们先开款游戏，放松一下。没错，就是那款。对啊，是挂台，没错。哎，安妮，帮我整理钱啊。安妮叫我帮她整理东西，那安妮你来帮我整理钱吧，这一堆。交给你了，帮我算钱。我们去光遇社团。樱花早安。像我啦，第二次在社团贴文贴图片，冒着肩膀废掉的心情，大家算一算就归零啊，大概算一算就归零啊，对啊，我钱算一算就不见了，嗯，看到了。肩膀废了，肩膀废了。哎，贴文，来大半夜的两点半的贴这个文章，好了，我们来玩吧。眼皮掉下来，快睡。哎，来开始数钱啦。伊凡，你人怎么那么好？你开始算钱了，金币这个，右手边，右手边，右手边。哎，你又送谁了？你该不会是想送到 HTT 之类的？感谢送给狸猫。我上次不是在那边贴那个吗？第二派画家的作品。那时候就觉得说，哦，真的有回到以前还只是个小会师，但现在也没有很大了，就是在那种地方贴个图片，然后又很多人回应，那种感觉。觉得哇，好怀念哦！那现在都没在画图，而且现在画的图都觉得被冠上说什么啊，你就是会画画啊，然后导致说画出来的作品都压力很大。哎呀，满了是不是？钱满出来啦，安妮，算钱了，算钱了，快笑！铜币，画面宝贝，哎、欸、对，好的宝贝，不好意思。宝贝来了，
我刚刚，哎、欸，怎么样？刚刚我已经整理好两摞了，我已经把这两叠的钱给叠完了。嗨 ，JT 安安，谁啊你？要不要算钱？这些交给你，我帮你整理，你帮我数钱。有钱，你怎么一直在？你到底要送给谁啦？感谢心敏镇定，你没有跳声音。哎、欸，镇定的是不是没有那个啊？没声音啊？我有哎、欸。就抽抽看，你是要抽给谁啊？你讲，你是要抽给自己？我讲。就跟这款游戏一样，你就是把自己，你就是送到全部的人之后，你就会送到自己，对不对？排除法嘛。今天你想要送自己，先把聊天室所有人送过一次，就一定会送到自己。就跟 LOL 的全造型一样啊，怎么让你100%抽到造型？你先拥有全造型，之后抽的造型一定会拿到，对吧？感谢利恩送给杨韵，哎，这边哦，看到这，哎，嗯，哎，这一路完美啊，没有见底。完美。哎、欸，这一步。啊，哎，肩膀好痛。怎样，图奇？图奇怎么安静了？有画面就安静了，请问？哎，我改个标题哦，等一下哦。玩玩扭按，放松一下。放松一下，玩个扭蛋。感谢，谢克洛伊的，哎，对不起，克洛伊安安。感谢陈烨的五小起点。哎，为什么陈烨就好了？刚刚是还没睡醒。我都是没在讲话的、啊，我不知道。哎、欸，你们那些被送到订阅的 YT 的，讲个话呀！阿敏，你钱太多了、哦，最近没有东西要氪的吗？前面有人丢100巧集点哦，感谢，你是火鼠对不对？感谢火鼠100巧集点，对耶，最近要氪技卡。
最近没有要课哦。那我希望你课都没有翘课，希望。野苗君是镇定的吗？恭喜恭喜！哎呦，他怎么现在才出现？太慢了吧！这什么 lag 啊？这 lag 是咋回事啊？感谢西敏。对啊，隔太久了吧？安冲坡吧，哎喂！什么？你不觉得这太久了吗？你不觉得这个加会员的歌太久了吗？像比如我们在聊事情，聊一聊，聊后面突然一个续订，续订下去要等全部歌唱完之后才能继续聊下去。所以我才会想要把改短，对不对？像我已经有一个准备好的金额，在想说要不要存，在想这件事。这个已经想好了，这个。你有病啊！啊，或者是这个。哎，红裤子，哎，红裤子，哎。对不对？你看这个简短多了，是一下就好了。哎，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吓你之后就不想跟我玩？对，是啊，你不要逼我用你猴子叫，哎，你更多好不好？拜托，你威胁我，我不怕。你的声音比我多太多了，我可以拿来剪很多。没有啦，讲而已，对不对？是讲讲啦。欢迎加入红裤子啊！感谢加入红裤子，这样子去隔壁领裤子哦。不要叫姐姐了，叫红裤子。虽然明明是番茄那边，欸，可是叫人家红裤子的是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再来是我想要搞这一块啦，这块想要把它搞大，就是。啊，怎么搞啊？看一下哦，这个啊，金币，感觉几率怪怪的，什么几率怪怪的？来，先把又要再叠一次了。然后安妮示范给你看哦，就这样子，各把一个出来，对不对？因为我现在要这个，对不对？我就不摆这个进去。哦，哇。
哦，感觉不够啊！不对耶，不对耶！哎，对耶，对耶！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就是开始丢金币嘛，看丢金币，哎，出来这个，懂了吗？就是今天我要这个地板，看全都是地板，有没有？我有补档啊，傻瓜，我们都一样。你好烦。就人变多了，什么人变多了？你又可以再躲了是不是？你有病哦！其实我突然发现你有病，好像我也是我以前蛮爱讲。你有病哦！啊，开始叠，叠哪呢？叠做好了。跑出来了，怎么会？怎么可能有篝火欸？有了不？人多不能赌吧，屠杀。哦，嗯，哎，没了，来继续。不愿安安。那这个真的会很不够用，天哪！三乘三，哎，你怎么知道我需要水啊？聪明，聪明。我想把这移过去，看看我现在。好，没有。啊啊啊啊啊啊！你又算了，你到底还想怎样，繁星？嗯，哎，太刚好了吧！天哪！大蓝，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道。我们在叹气啊，凡西。叹气新人。歪了，看一下，那么宽好，哎，再来是要灯，灯灯，大，哎，大蓝还需要哎，这样。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什么东西啊？睡不着就去吃东西。见了。一番晚安。
在你面前夸大口说，其实不是懒得布置，其实不是不想布置啊，是懒得布置而已。不过现在，好懒得布置，哎，好懒得哦。啊，可以了。好了，看看中间要摆什么花。辛苦了，回家了，回家了。所以每次比较麻烦，是因为要拖这个，但其实其他都还。降落降落，感谢猫乐的揪团，谢谢。那现在在玩无聊的游戏，有没有兴趣玩啊？感谢降落，对不对啊？刚刚画画画，这游戏好可爱，有没有兴趣？我贴一下这游戏。而且这游戏这个歌很好睡，游戏名称叫这个 Steam 上卖的。啊，这个是游戏名。然后像我们要用这个啊，这个货币去换东西。就比如说我丢一个铜币进去，他就会喷一个东西给我，他不要的话再丢回去，他会慢慢累，然后累积到指定的额度之后，数量啦，就会再喷一次相对应的钱币给你。杂谈啊聊天真的很适合啦，他下可能会不小心玩太久。然后现在就是在等地来布置我准备规划好的家，啊不家啦，来换水的，喂，三
像我现在用这个水的硬币买的。啊？我有这个。下，我没摆进来啊，白痴白痴。确实会睡着，哎，肯定的肯定。不过这游戏值得你睡着。加入清单，下次再来看看。赶快休息吧。感谢纠团，赶快休息，赶快休息。来一个。放中间，然后哦，好看，好看！天哪，自己讲，要个花，自己说，好。看平时会不会画图，就看这个了，很明显的吧？繁星不会画画，对吧？对吧？在说繁星会画画的，你叫他出来，
报给他看。我现在其实肩膀好痛，画太久，姿势没有变。哎，在想，是我桌子到底太矮还是？只是会很痛。噔噔噔，小黑人。话交给 AI 就对了哦。IT AI 最近他们又进步了，他们的手越画越好看。AI 在进步，但是我们繁星在退步。下雨的感觉啊，对对对对对，这个，这只宝可梦叫黑鲁加。昨天是讲戴鲁比讲错了，有没有黑鲁加？然后那天那边跟安妮玩说，你看，然后就是对战，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啪，把他死，就被克死，觉得。你怎么那么白痴？哎，被嫌幼稚，幼稚鬼。你看，他会骂我幼稚，笑得很开心。你有病啊！笑。哎，我记得这边有个墙。我想可以不行，我错，好糗，被骂幼稚，被一个那天笑得很开心的骂幼稚，你自己一笑超开心的就骂我幼稚，怎么会这样子？快睡着了，赶快睡觉，晚安晚安，快去睡，不要熬夜。刚刚跟我一样，拖拖，差不多了啦，因为没有想法了，灵感空了，这么快，对，这样够了啦，其实就差了灯光而已，看一下哦。因为白天看其实可以，但是我们挑到黄昏，哎，黄昏，对，也是可以的吧？感觉我不会有耐心玩下去，不要玩啊！你不要玩啊！那么可爱的东西你不玩，你去玩艾尔登法环，还是玩黑暗灵？好了，正月好好睡，对不对？
我是没有玩这个玩到睡着啦，我是整理整到时间，整理这个整理到时间忘记。哎，结果我刚刚画画好像画一个小时而已，好强。啊，下一个我们来盖公园好了，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哎、欸，它在哪里？哎、欸，这个，哎、欸，哎、欸，跑去哪了？这个。在这啦，白痴！我需要大量的这个，然后把这个围起来。我打开 Steam， 经常看到有人玩这个就睡着。经常看到有人玩着这个睡着，你是说夜猫吗？夜猫他是玩 demo 版的，哎、欸，我不知道 demo 的玩的感觉会如何。知道了。哎，好适合睡觉。跟你讲，跟一个女生出去，不用对她下药了，直接玩这款给她看，她看到睡着，你就有机会了吧？女人不睡，男人没机会。是我能听的吗？是免费的哎、欸，哎、欸，聊到了，没有？使出水枪，然后宝可梦使出雨伞，阳光烈焰。我说你刚刚讲的，对啊，怎么了？好，宝可梦紫苏水枪，厉害吧？枪，天哪！你们怎么会订阅这个台主啊？他很幼稚哎、欸。长大了，瞬间可以，就带到，来再来，再长大一点，哎、欸，有吧？不对，我之所以不全部变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有东西是都一起长大的，有些东西就是要落差感才会好看，要衬托。你看，今天大家都很漂亮的话，很快就视觉疲劳。今天需要一些不对称，然后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出现。
好啦，我们来，我要玩另外一款奇怪的游戏，它也是我Steam上次假日特卖，不，冬季特卖买，最后几天啊，那时候是跟这款游，哎、欸，不对耶，它已经结束了我才买的，它是一款像 Potato 的那个那种游戏，然后。他就很奇怪，他啊，各位醒了哦，等一下打怪睡不着了哦。他我不知道要不要推、欸，就是他叫做原点计划，然后他是一个类似细胞的东西，还是一个奇怪的东西，然后就是要在大脑里面植入类似一些技能，应该不能大声吧？就打开是小黄油，笑死！啊，这款我还没有用截取，等一下哦。游戏新增，这款。我没有人玩过，款是解释一下哦，换游戏它就是有这些技能，那这个东西怎么讲，有些东西是类似辅助，还有些是主要技能，类似 POE 啦，它有个主要输出跟啊，好难解释哦，反正等下看我怎么玩啊，这是我们一开始嘛，一开始的角色好像就只有这个啦，因为我只玩几个小时而已，不，我只玩几分钟而已啊，不是几小时啦。他角色很多，可是你看，我常常觉得说我是不适合玩游戏，根本没有天分，玩那个 rogue 游戏都可以玩到这么惨。然后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能力就是这样一直射嘛。普通的很正常，就是一般的游戏，一般什么，一般类似那种割草游戏，是要撑过，但是它波速撑过之后是会让你点能力，像这样，然后像这两个是伤害技能，它有写个前肢就是伤害主要输出的，那神经就是要接这个东西的，手机游戏很像啊，最近就很多这种类似的游戏啊，然后再来伤害技能，像这边嘛，这就是刚刚讲的衔接的，然后主要伤害技能，然后需要再一个衔接的，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对不对？然后还要再一个伤害技能，这样子，对，它需要一个辅助，一个输出，一个辅助，一个输出，这样的感觉。但是我那时候玩一玩，就是很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怎么玩。玩到后面我可以挂机不动。然后它每个就效果不一样。所以我这款我自己玩爽的啦，我没有很想要推，因为我玩不懂这是什么。它有东西是说什么？当你的左边技能暴击，你右边技能就可以发动，或是你右边技能暴击，左边技能才能发动，也就是很奇怪。你看到为什么有时候突然有东西射出来？那就是因为有东西可能暴击到了。对吧？你看这个脊椎就是也是辅助的，那左边这两个就是输出的。那输出这边有讲这些东西，哎呦，一火，哎，
像这样子，就莫名其妙又激活了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我私下就只玩过一次啦，但是真的玩不明白，想说也没想出啊，就是最近一直在私下玩那个嘛，那个 WW 也都是单机在刷等级而已，没有什么。接，对不对？看接，再接，再接，然后再接，这样子。然后他这边可以培养，就是增加新的大脑。这个东西就是，你看我第二个大脑，都可以放过来。欸，不行，这我好难介绍，那就真的很莫名其妙了。我真的不好介绍了。但其实我也是想要开那个，买那个什么，别忘来玩。就你们知道那个无双游戏就是打很爽，我要死。死掉了，好了，结束了，好，这是这款游戏，好不好？这款不知道干嘛的游戏，我们原点计划就算了，退出。哎，等一下我收拾一下。这款感觉很快就会死掉，哎，所以这种游戏就是要慢慢弄啊。你就是把天赋点上去还是什么？可是我发现它出去之后没有地方让我点天赋。哎，我换下一款，我买什么？吧吧吧。啊啊啊啊，嗯，啊，晋级的羔羊好像可以开始玩了，还是晋级羔羊？我们等看要过年还是什么时候再来玩？看安妮除夕有没有安排还是什么？如果没安排的话，跟他玩；如果有安排的话。看他玩男人中啊，小男人。下一款小偷模拟我没买啊，我也不会买，那太白痴了啦，玩那个干嘛？那个交给你玩了好不好，安妮给你玩。不用买免费仔，这假的，叫什么啊？你还是贴，你再贴给我一次好不好？想看你血压变高，哎，那你下辈子就是真的要养我了。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个东西卡着，害我中风。好，你好是好要养我，是不是？谢谢安。当个小偷也会血压高，会啊。那天看他玩，不是那天看他在看别人玩，他就笑得很开心。结果他本来昨天要实况玩这款，但是他没有玩，他跑了。这什么？我是要宰的哦。啊，我可不要宰。所以笑到血压变高，看的人会笑。点第一个吗？还要钱呢、欸？点哪一个啊？安妮尔，安妮尔要点哪一个？安妮尔，还有个 download now， 有两个 download now， 他说要花钱买，
不要钱。你说输入的地方点零元是不是？零。然后嘞，no， 他说下载要六天呢，是正常吗？你该不会载完之后发现我的电脑被绑架吧？会吗？我弟早，我那个是六天前上传的，你就知道我英文程度了吧？这个吗？很小，是点的 ，Poor， 哎，可能很大声哦，各位耳机先调小。还好哎、欸。噔噔噔。OK， 考验英文程度的时候来了。我听这歌，就很像什么解谜游戏了。这个吧，好，这个就是我们要，你要开始玩了，哈哈 哈！我去拿可乐来看，去死吧你！就是你看，我们是小偷，我们要拿到这个东西。哎、欸，它灵敏度好高，等一下、喔，灵敏度是哪一个、啊？这个吗？不是哎、欸，等一下、喔，好好好，就是我们啊。他就很像那个 WASD 还是湖南，我们要想办法往那边前进。你好大、喔，你好。要现场翻译了，不用吧？动动那个关节，我知道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给我过去哦！好好，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不是游泳吗？你看，你可以来玩。我刚讲 WSD 哦。过去啊、喔！我们准备接受啊！哎、欸，到，这年头当个小偷很辛苦，对啊，还不读书啊，就变这样子。
钥匙过去啊。掉掉，加油，快到了快到了，再往前，再往前，加油。21秒，好扯，你说这款游戏啊。一二不不不不，你站得起来吗？送瑜伽纸，你下次玩就不要被我嘴。差一点了，差一点了，你可以的，我都行了，你一定可以，加油！哎呦，我汗好多、哦，拿手，伸直，手伸直，哦，给我伸直，嗯，然后，哎、欸，我们滑过去好不好？哎哎哎哎，我以为我快到了哎、欸，那如果这时候把鼓到那个雷射那边，我会叫哦、喔。不是啊，快点啊，往前啊，可不可以？你可以吗？可以吗？这样子，哎、欸，不是，他真的是，啊，啊，等一下，不要，不要，那边很危险，慢慢来。他是，他其实真的很难拉、欸。
等一下哦、喔，等一下哦、喔。往前，往前，快！我求你了，往前，钱就在前面了。欢欣，快点，干爹的钱。不是，往前，繁星。我觉得你要弹回去了，我也觉得、欸。你看，我是不是可以走楼梯？好，我试试看。等一下。宝宝学走路。然后这样子，把腿抬起来。然后把腿放下来，啊，总是这只脚拉错了啦！不要！哎呀！站起来，繁星，站起来！哎，到底是为什么会有疯子？起来了哇！现在呢，想一下，人体正常的姿势啊，我们需要脚啊，往前啊，脚啊，哎呀，哎，然后伸直，可以把背伸直。啊，就是手是多余的，哎，破掉。不好意思，你不是多余的，你回来。对啊，好，这样，笑。哦，请问你那只脚那么高是干嘛？抽筋啊！抽筋了，抽筋了。
干，这比密室逃脱还难呢。然后密室逃脱小精灵就会说：“请问需要帮助吗？”我说：“可以，你帮我把脚举上来。你脑袋要充血了，为什么你也在玩啊？我好像大概会玩这款游戏了欸。这头啊，不要，繁星，不要嚣张，不要嚣张，姐姐还没过关，姐姐还没开始玩，不要嚣张，不要嚣张。然后把这只手撑起来，然后等一下哦，把腿放下来，不可以嚣张，不可以嚣张，姐姐还没完，等她过了再嘴。哎、欸，啊！我最后要怎么？哎、欸，干！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不要！安妮，过了过了，怎样？还要走回去啊？啊？还没结束啊？请问钻石会掉吗？你看来不会。欸，不会碰到警报，钻石就跑回去了吗？这样子的话，我会关游戏哦。这已经不是 speed run 的问题了，这是这游戏不给人玩啊。给我过去哦！给我过去哦！一二三，弹！有！就是现在，快点，快点！你跟奇亚一样，越电越不怕电，加油！
那个钻石回到家到魔神小哥的，这样才好啊，这样才能镶在钻石上，不是不是，镶在戒指上啊，对不对？突然想到密室逃脱那一天，你在那边把人家的宝石全部偷走，爱钱的女人，你这个爱钱的女人，啊，刚刚不是稍早在跟你讲图奇那个事情吗？跟我讲没问题的人是麻衣啦，就是跟你打那个啊。打那个灰子对战的那一位，其中一个我就是问他的，我连上面的也碰到了，哎，升职。你又想暴力过？你什么时候玩这一款？我看你什么时候玩，好不好？快点，我等你玩这款。我好想看安妮玩这款。哎、欸，那天怎么射排程射到最后不见了啊？哎、欸，我以为我发生什么事情。哎、欸，等一下，我还没。啊，头完蛋了。你周五晚上玩，不是我说你前天呢、啊？你前天不是设好排程了？他怎么突然拔掉了？你要贴你秒通关的秒数吗？你知道，你这样子我很想关掉这个游戏。你很厉害，你再开一次来玩，要不要？你再玩一次啊！厉害厉害，你玩啊！给你玩，你开实况，你开你开，你去开实况，我带过去给你玩，好不好？你现在开实况，你去开图奇 YT 都可以，我把人揪过去看你玩，要不要？你去开啊！哎，不爽欸。你这样跟醉醉就很像啊！醉醉那时候也每次整天都在说自己记录多好多好多，我说你厉害，不给你玩啊！你这次有胜负欲的时候，不是是太多太常发生这种事情了，不然你们现在通通每个都去逮来玩好不好？王子吗？等一下你贴一下吧。啊，王子哦，看一下。
有必要这样吗？我怎么讲？你觉得没必要这样吗？你看，好，今天你无意好了，你说你没有那个意思，你好，你说我要贴我的那个秒通关的书啊，对不对？你这是在对我讲还是对西明讲？我不知道啊。但是你贴在聊天室是，我是觉得说你们在对我说啊。啊，另外一件事就是，啊不是啊，你过关那干我什么事？你过关，你就有办法教我怎么玩这款游戏吗？啊，这种东西速通啊，所以咧，你们是来看我速通还是看我玩？对不对？我有讲过啦、啊，你们想看技术台，想看一些技术台、技巧台的啊，不要来看我啊！哎呦，而且之前西敏也发生过很多，就是惹到我的。啊，他每次都说啊，年纪小不知道，对不对？年纪小不知道不懂，啊，现在年纪大懂事了嘛？你下次打人名 OK 吗？随便啊。之前最醉的事情，好，我就讲一下最醉的事情。之前我在跟他玩人网，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靠自己过的，我不知道。他都把游戏讲得很轻松什么之类的。啊，我就说你那把武器本来就是人那个版本比较强的武器，那你在那边炫耀什么？不然你来拿我这把武器。那再来是他每次跟我玩一些游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过关的。我就问他说：“哎、欸、啊，这个 boss 机制是什么？”他说：“不知道，随便打就过了。”然后他那时候带我，他随便打过不了 ，boss 拼命回血，他连机制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仔细研究了，我自己去研究，我说这个 boss 是你只要有个 buff 在，他就狂回血，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你懂吗？哎、而且那时候望月也讲了一句话啊，姐姐这边三分钟内完成，我们还是几分钟内完成，然后就在那边讲这种话，他问怎么办，重玩啊。我知道有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是存什么样的心去玩还是什么闹的，啊不是有些东西，啊能过就好了，啊有必要讲说谁谁谁几秒过，谁谁谁几秒过吗？那是不是每次打太进化的时候，只要没过，或是猎龙，只要没过就重开重打，一个人一猫全部重打，有意思？
不对，今天是我在玩。啊，你们跟我讲这些，算了，越讲越气。意思？你看，为什么我跟安妮说我没有想要玩这款游戏？没有想说玩玩开心的还是什么之类的。就玩到不开心，天哪！对不对？你看好，黑月打了好四分钟过，那西明补了一句是什么？别这样，教主玩了二十分钟。那请问引爆点是谁害的？是黑月还是西明？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猜。对啊，今天我玩我开心的，你突然把我扯进去，啊，人家记录人家的事情，啊，你把我扯进去干嘛？我也常跟安妮说，我其实很凶的啊。他说看不出来，说反正熟人就知道了。啊，有熟了吗？这是瑜伽游戏吗？不是，这是让人脑溢血的游戏。感谢培根的订阅会员。噔噔噔噔噔，干最好是，变形了没？变形了没？变形了。喂，脚没碰到哎、欸。就是脚比较危险。他这怎么过啦，白痴？应该我在想，大多数应该也没有人喜欢听到观众跟你讲说你几秒钟内就过完这款游戏，对不对？今天是别人台也是吧？
你今天在哈记团团台跟他讲说，哎、欸，这款游戏我五分钟就破完，人家会回你什么？哦，你好棒，只会回这样子而已啊，不然还要回什么？过不去。哎、欸，等一下，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好了啦。这手很微妙哎、欸。举起来！干！啊！要脚伸直，不要！哎呀，我想电到我脚都麻了、欸，我那脚是真的麻了、欸，讲话不能太大，压力又小，哎，会被警告。钻石多少啦？来啦来啦，我的台我发给你。哎，烧烧烧烧！电死你的头！调什么调啊？这样走就好了。我的天哪、啊，我在干什么？
太难了吧！啊你有本事，你不要给我暴力破到那个店的。你教我怎么过那个店的啊？你来，三分钟，39分38秒，老子就游泳了，刚在店那边想说，看看有办法走得过去。白痴游戏，离开！哎，不玩了，不玩了，再也不开了，太难了，太难了。等下黑月到底怎么过的啊？你是正常走过去的、哦？哎，太难了，太难了。哎，你贴在哪边啊？我没看到哎、欸。你的记录在哪边啊 ？General 还是哪？光遇。还是兔窝推坑哦，哎，礼拜五齁，是不是明天？是不是好？我不确定要不要贴，先存了。你贴，没事没事。没有，我跟你讲，刚刚就是阿敏那个白痴行为，才惹到我了，好不好？没事没事，气一下而已。阿西明就白痴，喜欢这样子搞啊。一次性游戏没办法，免费的。哎，不玩啥哎、欸，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玩什么了，不然关台好了。什么？还不到3小时哦。那我们要玩什么？来吧，我们来玩太空狼人杀吧。还是要玩鹅鸭杀？鹅鸭杀还是都是狼人杀的那种，没有鬼抓人，对不对？鹅鸭杀没有鬼抓人类的，对不对？这是来自船员的礼物，怎样？2023年新年礼吗？兑换？有哦，哪一个啊？鹅鸭呢？吸血鬼模式出不是吧？吸血鬼模式还是要猜说谁是谁。哎、欸，你们建立啦，不然调东调西我调不了。哦，累死。鹅鸭有个模式叫做猎鹅，啊、那是什么东西？好像没那么多人呢、欸，有要玩吗？嗯，算了，我们去玩找其他游戏。就鬼抓人啊，看一下鹅鸭杀最后执行时间，2022年8月31号。太空海鹅鸭，不知道欸。可以逛逛看新地图啊，然后嘞。鹅鸭也是电脑吗？我不知道、欸。你贴在哪里？位置没贴啊？
love the smell of bubble wrap in the morning. 习惯是习惯。啊，又在玩猴子。啊，你真的不玩这个吗？这猴子很好玩呢。哎、欸，哭啊！他只能点这个、哦。远征有限制，只能点什么类型？我知道啊。你要不要看我几等？你要不要出去看我几等？我刚远征直接点进来，我也没有看能力啊。不然我不会摆这边啊。哎，看一下这个。哦。他总都只能打这些。还是来刷社尾，我们去找裂空座玩玩吧。对，最近都没去找裂空座玩。哎，社尾裂空座真的存在吗？看一下我这款游戏玩多久了，游玩时间362小时，也算很短。
看啊，其实142，但是很多没有打到最后啊，困难模式没有打到很后面。哎，徽章其实很少啦。你真的很爱这一款欸，还好吧？我解锁也只有解锁这个啊，这个没得解锁。没有，那时候我会玩这一款也是因为那个啊，为了拿兔子的那个啊，法窟。他现在拿到，我其实很少在玩了。你时长才六小时，你根本那个你根本没玩到啊，你一堆角色都没有起来，好不好？你一堆角色都没起来，那你叫玩到吗？Love the smell of bubble wrap in the morning. 放着这么点。你这用手机？哦。也有40还50，那怎么不玩了？没人陪你玩。垫脚好累，不会啊，你就全部丢下去就好了。你随便开个关卡，啊，你全部放一样的角色就好了。休息了，早上还有约，晚安，晚安。哎呦，约还熬到那么晚，那个约应该是很不重要哦。暂时可以发呆了。最近都失眠，没办法。哎，没事，我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失眠啊，应该只是晚睡而已。我在过伦敦时间，但是感觉不像伦敦时间了。我都在伦敦半夜3点的时候睡觉，不算失眠吧？
这游戏分类要叫什么？是在乱玩。好。More games。游戏攻略。哎呀！啊，不然打完这一场远征休息吧。我本来想说画完光晕那张图，然后画凯兰要用的图，觉得肩膀好痛。哎。我觉得应该是桌子的问题，桌子太高，因为不是有那个吗？有电脑桌是桌子跟键那个什么键盘拉出来的，那我绘图板是放在桌子上，所以椅子又有点矮。所以我是耸着肩在画图。换椅子，我就是要换桌子，而且我桌子是比较小。然后他们不是说我灵敏度很高，感觉很高。我说啊，对啊，很高啊。原因就是因为我。我桌子比较小，如果灵敏度用很低的话，我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回。喂，这种事这么远，哦，疯了哦。What next？ 好且，现在可以射到这边。好啦，准备要关台啦，各位早点休息啊。等一下私下再继续刷的。WWD。好，之前有玩那个湖南。那时候我不想玩，就是因为会有人，就是会有人跟我讲说下一关很难，什么下一关很难，每个都是下一关很难，什么之类的。导致我那款游戏就没有想要玩。就是那时候在看人家聊天室在那个啦。观众在那边讲，我说玩都还没玩到，就是下一关很难哦，下一关你应该是过不了哦，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玩这种像什么 Jump King 湖南啊这种，就玩到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发疯啦，可是没有想到这么慢才发疯。而且这么我想说，这么晚了，应该没有很多是新观众，应该还好，应该都知道我的个性还怎样。他没想到西敏在那边给我闹，干嘛？西敏真的是皮的。我感觉还没跟你很了解你，我啊就是脾气很差的一个人，脾气很差的一位大叔，也没错，脾气很差的大叔。我已经很内疚了，你还没睡哦，要我怎么好追你啊？开心。
你赶快去睡啦，我才能追你。再讲要哭了，你是真的要哭吗？你不是说你不会再哭了？你是坚强的阿敏了。你不是承诺过我你是坚强的阿敏了，不会再哭了，是不是？内心还是很脆弱的吧，阿敏。等一下哦，换一个人在这里。啊啊啊！碰得到吗？碰得到吗？碰，好，可以。没事的，阿敏，快去哭吧，哭完比较好睡，好不好？不是，你知道阿敏就这个白痴行为还有很多事情，比如说在那边跟克洛伊约见面，然后整天在我面前一直讲克洛伊怎样，克洛伊怎样，啊干，我就见不到了克洛伊，你在那边一直干干干干什么干？对吧，阿敏？就是今天你可能考，你看到林俊杰，看到周杰伦，然后就是讲一大堆有的、啊。不是啊，我就是见不到啊，很气耶。因为可能更气就是说，哎、欸，我跑去哪里哪里找安妮了。啊，你们见到面了，啊，然后嘞，我也不能讲什么啊，好好好羡慕。哎，结束了，换你约啊，我约不了啊，啊，人家在，他们在香港，我怎么约？主播早上好，酷一安安。啊，人家在香港，我要怎么约？我去香港找他们哦、喔。啊，克洛又不想见我，重点是人家克洛伊不想见我。叉 D 在那边跟我叉 D， 好啦。马铃薯仔安安。噔噔噔！啊，没有啊，光遇啦，没有啊，光遇，这样错了。你即可获得新能力。早正在等我的外送。你是这算是宵夜还是你的早餐？好啦，感谢大家晚上的收看啦。午餐你哪里人？住哪里啊？
你该不会住在欧洲吧？你该不会住在欧洲吧？加拿大？哦？好诶。想说中午，这个时间中午，我认识的人有两个，这个时间是中午的，一个是你，一个是另外一个人。哎呀，不是利恩，你怎么这时候？你不用上班哦，都这么晚睡。应该会直接工作，你都没有睡、喔、你看真的没有设围，怪、喔、怎么会没有设围？这游戏不是应该有的吧？太累了，对啊，不知道想什么、欸，哎，好烦哦、喔，好烦哦、喔。是开崛起啊、欸、不知道欸，就想做点什么但是又没有动力做。为什么火鼠可以八十几次就遇到蛇？你不会昏睡吗？把铁门关起来睡啊。反正电视他们家的，把铁门关下来。好啦，这最后一刷咯。那等一下就不带去谁那边咯，原地解散咯。早点休息，各位晚安。除非出社围，我就开到明天半夜四点，我开24小时。我就带着这只裂空座到处走。耶、yeah, 他叫我去睡觉。好，大家晚安，辛苦了辛苦了。你才还没有才嘞，你才。你才外送刚送到，那你去看记录档咯。这是什么月之国吗？等一下，你的名字怎么好像有点眼熟？你玩光遇，你有玩光遇？好，那个你的名字也是太生僻字了吧？是丹丹吗？丹丹晚安。有，刚刚看到你头像，来讲晚安吧。陈夜晚安，傅一晚安，然哦，好，我肯定会忘记个三四次啦。好，然然晚安，然然哦，好，哎，样样晚安，丽恩晚安，欢迎晚安。姐姐，你要不要跟我说个晚安？不是在那边跟我讲说我都没跟你讲晚安了，晚安呢？冉冉，你说三声二声哦，冉冉，冉冉。哎，姐姐不在了，好了，大家晚安啦，晚安啦。冉之国，冉冉哦。染之国，蓝蓝，太难念了吧？好啦，晚安，晚安。